直播吧7月27日全剧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报道，骑士有意与受限自由球员罗德尼胡德达成3年续约合同。记者 Terry Pluto 称，我被告知骑士有兴趣与这位受限制自由球员达成3年续约合同，我的猜想是会是一份相对适中，尤其是考虑到骑士将他交易过来对他的期待。上赛季胡德在骑士场均上场 25.3 分钟，拿到 10.8 分 2.6 篮板 1.4 助攻。Andrew